老吴啊，帮我找一条飘花手镯，要牛奶底，种水好的，一定要白白净净，飘花灵动，要高品质的，预算6000。笑什么笑？老吴，你接的预算比我还低，要不还是我来接吧？反正我，这不是快倒闭了吗？多服务一点姐姐们，姐姐们很好的，咱直播间还能撑得住。种水好，牛奶底飘花，你别看我脑子不太好使，但我最起码还给你接个8000啊，然后你还跟人家说市场要卖一个23000的东西。不要在那里叫叫叫，脸皮厚一点就薅一薅咯。你也不是很能接吧？走，这里有飘花，白底的，这条底妆有点灰，玩过白的有点粗，花色又实，所谓的要实花。这有几条，底妆很细腻，花也多，但是不灵动啊。比如像画画，一幅画的话，它树林也不能太密，太密了不好看，它没疏密感。这几条应该相对好一点，底妆有点粗啊，还有颗粒感有点强，这几条都是。我再看一下。该怎么去形容？这条种水就很好，你看冰胶牛奶底，牛奶底它一定得有水头，玩这个牛奶的话就过期了，这就没过期，非常的新鲜，种水很好，拉拉光很漂亮，花色太少就是一抹，这一抹花的话就够呛了。你现在还不一定拿下。再找找吧，试一下吧，试一下吧。姐，你说你这个预算大锤都干不下去了，大锤最起码给个8000-9800的，还是我好对不对？来来叫，再看一下，它这里有飘花，你看这么大一轮，漂亮啊！那它这个如果做正圈就有点浪费了，它的原调料做正圈的话，咱这个价谈不下来。然后这边牛奶底，像这种就牛奶底了，它太干巴了，没种水，干巴巴的不好看。这个花要太少，那就两抹，中间再来一坨棉。如果灵动，我看一下，外面很多板料，直播间他们播的大部分都播它这些板料。啊，你看主播大海在这，姐们，你们喜欢大海这种类型吗？要帮我吸点富婆，不然咱要倒闭了。你看太吸大哥了，真是的。看一下，你这有没有飘花？它这些大板基本都没有飘花了，这里有一板，但不会咱要牛奶底加半山水那些的。这一块，这个还不错哦。颜色的话，花色飘的还可以，零零散散的。打个灯看一下长啥样。底妆很细腻，就水润润的。这花色飘了，这个就灵动了，牛奶底。那这里的话不太好，这里要往里收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总差了一点，而且怕里面有裂，往里收那圈口就不大了。这个圈口不大，这就应该便宜了吧？这卖多少钱呢？我还以为你们要倒闭了，连挂件都带这么好。几个 W 的？你看你说话像放屁一样，什么啊老吴？你天天在我直播间播呀，你最好卖便宜点，立个人设就好卖货。我给大河是没赚钱的，没赚钱吗？都是漏的，你为什么不让人家赚钱啊？卖货人家不赚钱怎么告啊？你在那亏钱，怎么让他不赚钱呢？哇，这天哪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怎么可能不赚钱？薄利多销，人家天天播薄利多销，赚一点点就行了。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就实在，你要开太高啊！评论区全黑你，你不用找我们家卖货了。26000，正儿八经的冰飘花哎，万内嘛，飘花不过万。主要你这太大块了，奶奶不干，奶奶不干，我干啊！你奶奶不干啊！不要左心，不要边角，我就一条手镯。不要左心，不要边角，12000。我还可以啦，冰飘花，老吴，老吴，你实在谈不下就不要谈了，我都替你尴尬，我肚子饿了。这个没办法嘛，万内嘛，我不，而且你这个圈口还要收进来呀、啊，你这个地方走不好，你看这个地方白白，就是小圈口让你对呀、啊，那你缩进来的话，立马小了2-3个圈，要不姐我瘦了点，性感了点，这都带不了，我就那些预算，你看能不能放？人家天天在你直播间播卖那么多货，亏一点了。多亏你，卖了卖了，我转你钱，我压完边角，我重新还给你啊。那你们直播间哪、啊、刚开播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放挂件呐、啊？拿几个，那我直播间9.9块去卖去呗。哦，那第二个还给你，拿这个就好了。